我，你卡不了我吗？我就不停的跑马拉松，然后没什么办法呀。油来了。怎么一折点满了还摸这么慢呢？二级技能呢？沉迷拆书。底牌了，那倒没一刀哎。马冬梅，哎呦，我以为是杰克。到老远看了，只要前人玩板，后人玩起罗了。松了。
插一台电，我没修。你飞个锤子，你飞！传送了什么鬼？传送打娃。打我干什么？哎，你去不去？快溜快溜快溜，佣兵是真的怂，他看见那个角落机。我操！你真敢丢啊！服从，那我带你环游小船，让你看看小船长得什么样。
否则。哇，只带个金身锤我。再吃不扔就死了，好死。他换了个底牌。可以，双磁铁锈。可以双刀修，可以震慑秀，哇！你妈一个比一个秀，我操！
闪现喽！下这个板子我就死。放了。只要是瞄到我就把它卖了。这蜥蜴是上头了吧？那啥嘛，这疼的。
点杰克。我日，白给了。带你环游大王，不是老哥你有毛病吗？你非要追一个黑妹。这个急了哟，我的电机生怕被点了。演了你。
还刀剑无子。等会儿，我还能起来。就差一点，差一点。都是人家木马了，磁铁呢？这不是刷二级技能吗？啊，不对，他要铁头，困兽之斗。可以了。可以，这波闪现灵性。怎么没人救他呀？黑妹也不发信息哦，黑妹也救了。这个太好了，保平局。
小五啊，是的嘞。你吃的狗你叼起来了，日。哎呦，我去接了一下，送了他个章，送了他个影像玩子。哇子，带个金身杀我。
我操！真的假的？刚刚把新车换了，现在改。直接点，直接点，带了个时长爬塔。娃娃还死了。闪现，他还没带张狂，红装。闪现都没交他就死了，一屁股坐死的。
什么叫打团的呢？还当他面摸？你要把那盲女刷死，别人有困兽之斗。还给清风救呢，还没修完呢，慢了慢了慢了，该走了，不能开门。没有人救吗？哦，有人去了。没有挣扎，有挣扎我就下来了。
怎么到头来一无所有啊？这放蜘蛛你还不用，你还用个红蝶。不行，完了。不是打算压死就了吗？娃娃嗝屁了。这赶得到吗？拉球啊！哦，调是机械是在。那就无所谓了，前锋再去帮忙。我也去保了。哪台啊？四号。怕不怕？哎，怕了。哎，我也不打算揍你，下了几人的招了。
完了，我又要几天了，我日。死不了。哦，嗯，哎，哎，我怎么卡住了？怎么又是这个地方？然后我又要翻到小木屋去，又去拍机子。然后我又要翻这个窗户，又要去修小门，修完小门我又要补佣兵电梯，然后死了还真的又是跳箱。有人补了。走了走了走了，实体刀可以。无所谓，保死他就行。保个锤子炮，压了压压，压了不压呀？
你还不挂人？胶在哪呀？我走啊，各位！牛逼！这机子拍不了。转身就走。闪现！闪现都没用，那就没要小心了，还通缉？哎，无所谓，有种你倒拿了个推进器过来锤我！闪现佣兵开了个二级狙，没打断吧？然后又可以蹭三层猴子，修完这台电机不要佣兵当仗了。扛死！我靠，差这么多，那没了。
上水，这手速慢得可怜，天呐！哦，电龙，小手炸了。杰克，没踩板。可能有底牌和一刀吧。带着张狂。三连电击了，修完废墟修。变十了，哎我的，分神了。哎，第五的修机是真的爽啊！双手离开键盘，只需要坐等安空格就行了，都不需要干啥。兄弟，你要守不住，这电机早就被我修干净了。你看这不白给吗？
肥一样的感觉。有底牌，抢中了哦！摸一下，摸一下呀！好了，走了。老头，这下好了，遇老头约瑟夫必输。这是个黑人的老头，帮你封路。这都打到了，哎呦，可以！杀人老头，牛逼！哎呀，被撞一下还干一板子。娃娃不能玩。好像是欠钱了吗？这老头这么想杀人。哎，你信不信？哎，哎，我错了。快刀！哎，我是摸一下板子。
秀呀。走哪？我来娃娃也得死。还有前期九加速的哦，哦牛逼！哦，好气，没一刀！哎呦我日！然后我发现我 B 站已经十万粉了，福利还没弄，大概周五会弄吧。应该周五晚上会有抽奖啥的。有歌听，有歌听，但不是我唱。不要把这丢了。当面修不需要，不要紧。这个下好了，双刀。网易云唱，对。哎呦，又干扰我电机了。
错了，错了，错了。换了个啥？时长吗？你要说我，你不是打你仗了吗？我先走了。还没打开呢，你就往这跑，我的天！谁下板呢？上水，哎，牛逼！我觉得他不需要鸟，反正鸟也没回来，你吃刀也无所谓。上水，牛逼！杰克也太菜了吧，这里都敢丢，我的天！我在瞄影啊，算了，你还能再坚持20秒，下一个不认你就嗝屁。刚看过了，给不了鸟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上树吧。应该有人补，我不修了，我去，可能有三连，要破一下。确定吗？给了。
OK， 清风然后求骚扰足够了，两台电机没了，杰克炸了。OK， 不关我的事了，皮去了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我也吸鸟去了，吸不了了，那天门去了，太远了。什么撞塔秒中，牛逼！中了哦，哎，我门开了，你气不气？你气不气？这下好了，只要死一个人，可能会平。黑妹，黑妹爽啊！黑妹能打屠夫啊！那纯六鬼，你没什么反抗能力，没什么意思，要把屠夫打一顿才好。伤水，哎，这下好了，鸟也没给伤。好像先知电机还被守着，这电机佣兵呢？救我啊！过半了！哎呀，真是吓人！他要没给这个鸟，真的就过半了。我一个人点两台，先知没修，要么就是一台遗产，佣兵补一下先知的遗产呗，然后再救一下，重新起一台。佣兵没补的话，这把低教级，要么保平局。他补个锤子，他现在才在补。慢了慢了慢了，别救了，保平了。
专心破译。这里呢就到就见鬼了。这下好了，我还得去摸佣兵，不然没人修电机。先去顶一会儿吧，要是秒倒了砸地窖去了。够了，他吃的是污染，他没有吃那个十几刀，摸得很快。六手机子啊，还差眼呢，重新起一台。大哥，走位一下，你回头一下，你这样让我。还是个小三连。有没有治愈自己交？完了，救不到人，我也赶不到。他往我这边来，我赶紧走吧，佣兵说不定还能跳个地窖。好吧，怎么晚上队友不太给力呀、啊？秀石像吧。可能石像有人，
好像是蜥蜴啊，可能是我看错了吧，要么杰克，要么蜥蜴。在找谁去呢？半天也没个动静。哦，蜘蛛，你也不发个信号，监管者在你附近。闪现死了。佣兵电机是那个小门那里。我修完汽修小木屋，先知应该会补吧？先知往上连修，往小木屋修。佣兵无伤救了，然后牛仔嗝屁了，鸟还没叫，带了闪现，不知道有没有底牌。还打一刀，估计卡了个兔丝吧，应该没有，他没吐人。我日，怪我再来了，水电机了。干嘛呀你呀！我还揍你一下！我就跟一手，发信号了，牛仔爷，你信号好值钱哦，这么舍不得。平了，直接点了。他信号500块钱一条，硬是舍不得发。这下好了，电机还没修完，他还守电机了。哎，闪现空了。换传送了，平局以上了，无所谓。他现在没技能，CD 状态。压好了，真的假的？
哎，不能往他那边带，直接走了。点的真是妙啊！这抓先知去了，我得去摸它，快一点。有传送，有传送，早就跟你说了。想加速啊你。你怎么不开门呢？这下完犊子了。还是平。就是像又是小丑，那这把他装东西了，医生干嘛呢？还在逛，跑去修人皇了，我日！挺不讲究的，说句实话，算了，还不是笑人面对，那能怎么办呢？你看你又回来了，哎呦，刚才修人皇不是修的挺开心的吗？又跑这来修了。自个儿吃饭去，
又挂回来了，这么像兽人黄鸡，可能这把要把它卖了。他钻头都打好了，哎呀，真险啊！不是你过来我这边不好吗？给你卡个位，你还不乐意了？行，只要你点人就管你去了。怎么你个医生还摸得这么慢呢？是不是咬好了？咬好了，牛逼！还真咬好了。这把医生修炼机慢得很，还修完了。这把结石，点赞。还去那个去小木屋的门，快跑的12分。抢一下，抢一下。真的假的？啥佣兵？还好我让调香师走了，不然绝对就是调香师了。那感觉还不如接调香呢，你这接先知更炸了。发个信号，让他们知道一下这台是遗产。这黑妹啥意思？黑妹想救啊？那我收了，那我专心破译了。黑妹别耍我！我日！哎呀，这十个人，这下好了，这把还得帮他扛到死，十几刀无所谓。闪现呢！回头，回头，牛逼！
要不你倒板一下，你倒板一下吗？你倒板一下，我还能帮你盖一下子。哎呦，吓人呢！我日，传送了，你又传不了，你刚把闪击用了。挺复杂，快派一个人来救我！回血，哎，秀的，然后吃一刀实体刀，可以秀的，卡隐身啊，看队友能不能走，走个地窖，原地去世，希望你点了一九，不然咱俩都不能走。好像你没点，那如果杰克找到了，嗝屁。真真真真真娃娃，快走啊，我走第一脚呀，昨天蜘蛛有失误啊，失误是墓地前锋被撞了一下，偷了节奏，没带愤怒。蜘蛛如果有前锋的话，得带愤怒，抓不到人，不然你前几脚就弹起手刀得出事。到哪去？相信自己，到哪去？看看看，他开始了，他开始了，好像断了，可以断掉了，
吓得我弹了个护臂。好像又断了。刷魔术了。发现今晚的小丑挺惨的，杰克倒是挺秀的。闪现巨分身，炸了炸了！什么手气？我再弄一台。哦，牛逼！好，你自个儿修。哎，等会儿。先把我娃娃捡了。哎，没捡到，完了，有点尴尬。是的，我知道你能行的，来吧，秀一秀，来来来来，过来丢吃的，对，秀的，
专心破译，专心破译是谁啊？我不知道，搞忘了。反正是跟我没什么关系，还真叫红蝶啊。这里没板子，鸟白给。来来来，挂过来，挂过来，哎，对，挂过来就对了，省得我走过去。有种你叫弹汽油刀，来来来来，弹。正好省得我走过去。还飞天呢。哟，想探头。放哪了？怎么感觉调香师电机被收了？完了，还真是。你打两个尸体干什么？你说你啊？我操，真叫强修啊！我的天，开个玩笑而已。我子，快醒子，快过来救人！你救他，我修电机，完美。还是去世。
储藏啊。藏了，藏了，藏了，哎，可以。还有底牌。应该一刀和底牌。金身交了。空姐亮。可以，空姐亮。乔恩斯，为什么半天不亮？过班啦！这是一个没带怀表的空姐，这也太自信了吧！抢了10辆。这有梦想也不是这么玩的呀。一脸要禅松的样子，准备走了，准备走了。哎，你气不气？我给你点了。我这里都感觉很晕。揍你一下，我再滑。我靠！我靠！
我假装黄，假装黄，好吧，死了，点啦、啊！你就不采满呗，这不好走啊。交，哎，床，再见。反正不翻车了，无所谓。等一会儿。那个野师傅拉扯扯个蛇皮，打不过这人打镜像的。还好没打我。这就挂了呀。等会我去看看。他真就守尸，守个镜像尸。搞不了，搞不上。摸得快得很，算了，你走吧。往他脸上弹，还往尸体那边带。大哥自己叫治愈吧，救不了了，搞死了。往小木屋那边带嘛，他非要往尸体这边带呀，那、啊、没办法了呀，鸟也没给，鸟又要拍照了。电机还修不完，各半楼。好像是灵性，不救了。
有命自己搞，找根针摸一下算了。酱油一点满了，打我金枪了，准备撤，他想投我一刀。谁修啊？这电机能点，但是我会不会倒啊？估计玩牌找的漏啊，你们两个摸一下啊，两个找个地方摸一下，说不定还能打打。把佣兵摸好，当你那也不能当面摸呀，闪现一刀死了。我带了传送，底牌还没换，给他套个鸟就算了。给我拍照了，我溜快溜，找个地方摸一下，还能打。挂不上，前期要太慢。哎呀，你咋不点点一个医者呢？点个医者不好打多了吗？我应该自己能骑一台，有加速，拍照也能点，只要不被暗杀。该撤了，他如果签先知的话，那就记得修，记得修，那他就不会暗杀了，这电机能点。
不过要防止他在电机这旁边丢物下来，然后冲出来给我一刀。还真就给我一刀了啊！准备走，三、二、一，他要挂我金像。OK， 那不救他。再见。然后他肯定又要打又要签，我在救我自己。哎，你气不气？我这台电机能点啊，只要溜得够久，金枪也拦不住了。那我问题来了，没人救人呢。我把先知摸好，先知能救。快点过来啊！我压好机子了，先是哪去了？啊！又没鸟啊！你救个锤子的人！快一点！多久了呀？妈，幽冥还得倒，幽冥这不救自己，啥队友啊？有了。有个地窖不扣分就行了。没红眼，好吧，红了。那、啊、我拖你一刀了呀！我不走地窖了。他不会突然换了个底盘，换了个一刀闪一下吗？你今天非要踩这个磁体，你踩不踩？
带你环游医院。你给我过来，你给我过来，我这里还有个磁铁没用呢，过来。好了，没了。20秒时间到了。